八十年代香港，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。他可以短短十年，叱咤股坛，成为香港巨富。利用虚假交易的有利消息，将公司的股价推高，这一招叫空手套白。何日精，你阿爸我做啲唔见得光嘅事，如果你接受嘅，仲有我呢个阿爸；如果你唔接受嘅，你可以走。他是一个寂寂无名的过江龙，踏足香港，点石成金。他可以帮富豪建立他的王国，亦可以吞噬他的财富。我俾面你，你俾你仲冇够踏脚石咋？他甚至可以操控人的感情，帮自己达到目的。他用金钱打破道德的界线，扼杀身边所有人。有个太哥佬死咗喺招林，他都话我指使晒佢啊！唔会啊，而家讲紧嘅系杀人啊！咁冷血嘅嘢，哥顿唔会做噶。佢利用我哋嘅感情，死心塌地咁帮我做嘢，有几多系真话，只有佢自己知道。黄金本来无罪，贪婪嘅人就造成黄金有罪。